想去西藏川西，我接下来就要开着我这辆新的坦克300凤麟铁骑02去挑战一下，因为这辆车特别的酷啊，它比01多了一个涉水喉，就是这个涉水喉，我再去萨普神山的话，有那种坑洼泥泞路我都不担心了。之前我去的时候，有一条路有一段位置是水已经涉到这个轮毂有一半的位置了，这次去开它不在话下。接下来出发呢，还是我一个人出行，还是要睡车里面的，这次要带很多东西啊，因为我这个人没有安全感，打气泵还有这个拖车绳6米长的，这个锅是可以炒菜煮东西都可以，还有要是我的车没有电了，我就直接用这个，用上这个电小二就可以给车的电瓶充电，然后太热的话我这里还要带一个制冰机，上面已经有冰珠了，都是插上我这个电小二用的。这次出行呢，还是要带上我这个超大的天津顶，因为像我这个车本来就重，轮胎它也是挺重的，要是扎胎呀，要换胎必须要很大的千斤顶。我同样是带上了防火的这个，还有氧气瓶。我这次出发要带制氧机，为什么要带制氧机呢？之前我去高原上高反的时候，就是一点力气都没有，连这个瓶盖都拧不开，太惨了。这一次特别开心，除了有我新的凤麟铁骑坦克300，还有这新款的电小二1000 plus， 主要是这个是大功率2000瓦的，最重要的是可以和这个家电包组合使用，这两个加起来就有2度电了，而且它可以1.2度至5度随意组合，就是说可以多来几个家电包，而且这个体积很小很轻，你看这样子的话，去走无人区穿越路线就不担心没有电了。我这个吹风机是1600瓦的，我把这个制冰机取掉测试一下，开完了没有任何问题，1600瓦。我这个锅才700瓦，更不在话下。我这次出发还带了这个睡袋、无人机，还有这个户外椅子。刚出发的话可能很热，所以我也带上了一个小风扇。这些所有的用电设备全部都可以用在我这个电小二户外电源上面。这上面本来都有4个大功率的充电口，还有2个圆孔 USB， 如果不够的话我还带上了我的排插，所以这次啊用电无忧。如果后面还要加的话，我就加上这个家电包就可以了。看一下这颜值，太棒了，你看这个连接线好粗，充电的时候就这样接上就可以了。这个充四电特别的快，然后它两个都是双快充啊，车充也可以，还有这次这个灯也特别好用，这个特别方便的是直接可以吸在车上，吸上有铁就可以吸上。我这次出行就是轻装上阵，这里面我带上我的菜板刀，还有这个煎蛋锅，那个烧水的锅煮面的都有，然后下面就是碗面，带的比较简单啊。当然还有这个警示牌，因为我在路上太马大哈了，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其他问题停到路边，所以这个是必备的啊。这一次呢，还是我单人单车出发，我一个人习惯了，我这些被子都已经准备好了，给大家看一下，这车无损改装就可以坐一辆很好的床车啊，就是把第二排这个位置放下去就可以了，这样整个都是平的，特别方便。我现在就可以铺上我的床，我就这样铺上就可以了。我比较简单，这个就是我的枕头，这个就是我要盖的。看我这床车是不是超简单，感觉不到1分钟就弄好我的床车了。然后这个位置还可以放东西，就我吃住，接下来就是要在这车里，这个位置我就放一个储物箱。我这个越野车上面有自带的这个行李架，我出发的时候要绑上电小二的太阳能板，我之前有个200瓦的光伏板，这样充电就更方便了。我就把我的锅跟风扇拿过来，
这个电源刚好放到这个位置，还有我这个桌子，这样比较平，这个还可以挂着。哇，就这样，那这个直接插上就可以煮饭了，已经通电了。接下来又是我吃住在车上了。我这次买这个柜子也特别方便，就这样，不用敲上面的盖子就可以这样关上了，就这样躺在床车里，很快又要开始过这种惬意的生活了。耿耿羡慕吗？你羡慕个鬼，你骗我，肯定还是在家躺大床好啊。你要真的羡慕的话就上来躺一躺。放心吧，这次出发不带你，我就自己去。跟我去很吃苦，确实这辆硬派越野车我单人单车就可以去挑战，没有不放心的。像之前我的面包车很多地方我都不敢去，我的小白车底盘也太低了，像这辆车底盘特别的高，只是有点耗油。再忙活几天，再收一下快递，很快就要出发了。我的快递有制氧机，还有一些吃的。那好吧，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收看，辛苦耿耿了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